第一次做哎，胖了10磅，这样对吗？嗯。哪里不一样？嗯。哪里不一样啊？嗯。这里眼睛哦。嗯。眼睛是圆的才对，这个是什么眼睛呢、啊？在哭吗？嗯。三角の眉毛もないしな。啊，没有眉毛、哦。嗯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妹妹这样对吗？嗯。不对哦，哪里不一样啊？眼睛，还有呢？没有。没有眉毛哦。嗯。然后呢？就眉毛。要眉毛、哦。嗯。用什么做啊？这只小小的。你说这个哦，来看一下，这才是正确的。これが食べたかったな。这样呢？嗯。这样不对哦，怎么办？明天再试试看吧。自己练习是哪？嗯，就要练习。今天先这样子吧。嗯。你用筷子吃吧。那、啊、你的手怎么了？你剪了。那个是牛蒡吧？嗯。这是哪里？不不。嗯，都不是鸡的奶。哎，是吗？你上次有吃哎、欸。爸爸ヒーバーガー作ったやつを食べてたよ。何？嗯。ヒーバーガー作ってくれたご飯のごぼうをマミ食べてたよ。那你先放旁边，先吃别的、啊，先吃トマスの烟囱好了。哼。啊。这只手放上面呢、啊。嗯，烟囱好吃吗？烟囱好吃哦，这都是黑色耶，真的耶，烟囱不见了。でもこれさ、あれやな、書いてるな後で。嗯，那个是ノリ。ノリ不是。印刷してるんじゃない？猜猜，烟囱吗？烟囱是那个昆布。它的野菜，哪里野菜？我那时候妈妈是鸡，嗯，奶奶是鸡，他在吃大龙。我妈也特别吃过来的，嗯，没的，嗯，我他们吃的上面是奶奶吃的，那叫什么？没。哇，托马斯又不见了。托马斯不见了吗？这个。哪里啊？这个是洞洞啊。不是托马斯啊。不是托马斯，托马斯不见了。啊。没，我们这怎么？啊，おいしい。やった。放着。嗯。第一次完饭了。这只豆豆没有了。真的没有，还有一个吧。怎么了？有没有电不是吧？那是掉了吧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哎、啊，你托马斯饭怎么不见了、啊？先吃鱼吧，鲷鱼太。鱼好吃吗？虾子。鱼好吃吗？虾子。不是虾子，是太。哎、欸。是鲷鱼太。虾子微细。虾子微细哟。是太。没事，真美味。它给是哪里肉？嗯，白。
これで、中南部町でめっちゃいっぱい走る走る。それで一パトーカー急いでしょ。